梦境密林，就是这里了吧？从环境来看，应该是的。雾气弥漫，不是好兆头呢，姐姐。我看到我们的目的地了，还真是被山石重重包围啊，恐怕只有一个入口吧。姐姐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查理叔。哪里有人？你看错了吧？说查理在哪儿？我怎么完全没有看到？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。啊？那一定是你看错了。查理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嗯，姐姐，这里路线复杂，小心一点，可能有陷阱。姐姐，这里真的好奇怪。看到刚才的那对夫妇了吗？夫妇？刚才一路上都只有我们一个人。不可能，我很确定我看到了，好像是父亲母亲。爸妈？可他们应该已经去世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追上去看看吗？
熟悉啊，好像是小时候从姑姑家搬出去住的地方。你第一次出现在我身边。又开始说胡话了，咱们家不是在湖边吗？湖边？不对，姐姐，你看这些多肉植物多美啊，像不像空中的繁花宫殿？你怎么又……你清醒一点。查理叔叔，我们今天学什么呀？今天是静的生日，我们放个假吧。叔叔给你买了冰激凌哦。好，静最喜欢冰激凌了。叔叔，那边怎么有个大姐姐在看着我们？那是静长大的样子哦，静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。叔叔，可是我不会长大了，你也不会变老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们都被困在这里了。傻瓜，你睁开眼睛，别睡。头发扎起来更日常一点。那里有立法的研究所，幻想无法干扰。
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座森林充满幻象？失去了 Qspeed 过后，原本依赖它运转的一些散落的能量装置都失灵了，会持续发出错误的信号和辐射。好吧，我尽快过去。
绝对的精确，不愧是你。Qspeed 的不在这里也很正常，如果真的在，也不会放任这些装置失灵暴走。姐姐，你看，墙上挂着好多斯寇蒂和芬里厄的合照，他们感情真的还好呢。还有芬里厄的研发记录呢，他果然不是真的野兽，是一个以 Qspeed 为能源驱动的仿生智慧体。仿生？我一直很想近距离接触其心最核心的仿生技术呢。很快就会有机会了。这里有一本斯寇蒂的日记，我们带上吧，或许能帮上忙，可以吗，芬里厄？带上吧，你们值得知道他泡沫一样绚丽又短暂的一生。